家好，我是 DJ 吴奕晨，这里是高洁天空。在这艳阳高照的一天，各位听众有没有想去哪里度过这美好的一天呢？如果没有计划出门或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何不现在就出门搭乘高雄捷运到处走走。在高雄捷运里，我们有亲切的服务人员，舒适又干净的环境，还有贴心的转乘告示牌，让捷运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。没有目的地，没有想去的地方也无所谓，随即在某一站下车怎么样呢？或许那些奇妙的机遇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哦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听众们在捷运上的一些趣事吧。这是来自听众小芝的投稿，他说今天只是想出门走走，没有特别的目的地，也没有特别的事情，没想到很意外的在捷运上遇见了一个穿着奇特貌似小小兵的女孩，看着还真是有趣呢。小小兵的眼镜，黄色吊带裤，天哪，超像的呢，真的是让她大开了眼界呢。哇，她觉得她今天真是来对了。顺着手扶梯往上走，出站后在高铁的旁边都会有一些可爱的装饰品，有耳环、太阳眼镜、服饰，甚至是钥匙圈。有空的时候不妨多多搭乘高雄捷运吧，这看似错综复杂的路线其实是非常有条不紊的呢。走走停停，你会发现不同的美景，也许是人，也许是物，很多东西只是我们没去注意到而已，但往往那些最美好的事物都藏在生活中的小细节里等着我们去发现。希望各位今天过得愉快，这里是高洁天空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